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请许愿。希望发大财。希望大家考试都可以考一百分。第三个愿望。回声。来了吗？一起来。要喊。一二三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有地下，地下，那地下这里来了。没关系，往前面低。没有地下蛋糕。是啊，重点。重点。为什么这个会不见？它烧掉了。小米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生日礼物啊？好啊，好，对不对？还会介绍啊？好，你介绍吧。干嘛啊？哎，这个是谁送你的？姐姐送的。姐姐送的。那隔壁的呢？这是谁送你？陈子杰啊。好，那蛋糕呢？少拿一个，没关系。哦，因为彤彤送的在哪里？冷冻库。哦，在冷冻库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去拿下来。那这个蛋糕谁送的？那个阿妈。那这个扯铃呢？妈妈。那这个包包呢？你。你是谁？爸爸。那这个大书包是谁送的呢？妈妈。还有哇，还有这里有巧克力是谁送的？姐姐。那这一包可爱很缤纷的糖果是谁送的？大姐姐。啊，姐姐送的啊。好，小米生日快乐！哎。我们去看一下彤彤的礼物，好不好？你怎么没有说这个是谁送的？哎，对啊，那个手掌是谁送的？大姐姐。也是大姐姐送的、哦。那我们去看看神秘的彤彤送什么礼物。去拿，我去拿，我要去拿。哎，可是我怕太灵验。哦，怎么冰冻了？等一下，我看这是什么。超冰的，这就是彤彤送的，可以把粘水。刀多多的什么？多多冰吗？应该吧，我看就知道了。小米生日快乐！